欢迎全球的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因缘小聚。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艺术工作者蒋勋蒋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蒋勋老师要我们来介绍的是云门九歌。是我们今天可能会把两个本来很不同领域的东西拉在一起谈啊，一个是大家知道的舞蹈界的云门舞集，是当代的台湾的舞蹈。可是九歌是什么？九歌是2000多年前在楚国流传的一种文学形式，所以大家也许会觉得蛮奇怪，就是为什么会今天会把一个舞蹈，当代的舞蹈跟古代的文学拉在一起来谈。那么最主要是我想我们先谈一下九歌哈。九歌大概一般的朋友如果有印象的话，我记得我们中学的教科书里会选九歌，里面有一篇叫做国殇，有可能很多朋友读过。可是对很多朋友来讲，九歌是一个很难很难的文学。难的原因是因为时间太久了，因为2000多年，我们想2000多年前的语言跟我们今天的语言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我想不只是中文，我想日文、英文都是一样。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甚至读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你就觉得里面有很多字词汇现在都不太用的，那何况2000年前？而且它是一个地方语言，因为我们叫做楚辞，九歌是楚辞里面的一部分。楚是一个国家，就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在南方发展出来的国家，就是今天在湖南湖北这一带，我们说湘江流域。它是当时比较年轻的国家，因为像相对于山东的鲁国呀、齐国啊，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然后它的文化也比较特殊，因为这种当时所谓湖南湖北这个地方，它有一种神秘的文化，就是中原的文化已经比较高度文明了啊。比如说孔子他在山东，当时比如说他在传他的儒学这一方面，那孔子曾经讲过说，他的学生说：“子不与怪力乱神。”孔子不喜欢神怪的、暴力的啊、这种神话这种的怪力乱神。所以我常常有时候跟朋友举例说，以今天来讲，孔子大概不太喜欢魔戒啊或哈利波特这一类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幻想性的东西。因为孔子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所有的哲学就是谈生活里面非常踏实，人怎么样互助、仁爱、兄友弟恭，就他很务实，他觉得人间已经有这么多问题，你不解决，你去谈那个很虚幻的神话或者是幻想性的东西，他基本上是排斥的。所以也因为孔子这个个性，我们就会发现在整个中国的文化里，儒家后来因为变成主流，所以我们就会感觉，比如说相对于希腊，中国的神话是很不发达的，就是我们脑海里没有很多比如说希腊的什么太阳神阿波罗啊，或者是维纳斯啊，就是希腊一大堆的神话故事。而这个神话故事也影响到今天的欧美，整个西方他们都以希腊的神话作为很多甚至解读心理学上的这些部分。可是我们很少神话，可是很幸运的，我们很多神话保留在楚辞里，刚好就是九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楚国因为它是一个年轻的国度，然后它是一个刚刚开发的新土地，所以它有很多当地的土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原住民。原住民神话很多，因为他们还有很多人活在大自然里跟天的对话的关系，就是文明发展久了以后，人就不太敬畏自然。我们说敬是尊敬，畏是害怕。就是为什么会打雷，那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对打雷的解释，说因为空气当中的什么阴极阳极的电啊什么之类，所以我们就不会敬畏雷。可是古代的人看到打雷是很害怕，所以他就会编出一个雷神这个故事去解释雷神。那么因此我们就会觉得说，初民就初期的人民，他们都有很多神话，而这个神话其实很美丽，就是他们看到河流，他们会讲到有河神，所以他们每次坐船，他们就会赶快祷告说，希望他们在河流上不要遇难，那么希望风平浪静。就像希腊有一个 Poseidon 是海神，那这个海神发怒的时候，你的船可能会翻掉。所以我觉得有神话故事的人民，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很多的传奇，很多的故事性。那么因此这个东西就是九歌的来源。可是为什么，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也会问我们说，为什么九歌会跟屈原发生关系？就是大家都认为九歌是屈原写作的啊，甚至我今天翻很多的教科书，他们甚至变成考试题目，说九歌的作者是谁啊？一
孔子二屈原，学生就会选屈原这样。可是《九歌》是不是屈原写的？其实有很多值得质疑的地方。大概2000年来，大家都习以为常，说《九歌》是屈原的作品。可是近代中国受到西方的影响，开始对神话学发生了兴趣，所以近代有很多的学者，像很有名的郭沫若、闻一多。这些学者大概在民国3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借助于西方的神话学去解读《九歌》，然后他们就认为《九歌》不是屈原的创作，不能说它跟屈原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他们认为《九歌》是楚国当时流传在民间的一个神话的歌唱，就等于说我们今天可能卑南族有卑南族的神话，他们本来就有歌谣的。或者说我去参加过达邦的邹族，他们在祭神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在丰年祭里面的咏唱。那我也问他们说这里面是唱什么，他们说对战争啊，对天神啊，对自然的歌唱。其实九歌就是这个东西。可是因为这样的东西是从不识字的老百姓他们在民间生活当中唱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要祭拜神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些颂词，那么这些文字就很原始。我不能说它不好，不能说它不好，因为我觉得原始的歌唱有它自己的力量。那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个原始的歌谣觉得好美啊，我觉得我很喜欢美国的那种黑人在棉花田唱的灵歌，其实那些人都是不识字的知识分子，可他唱出来的东西甚至那个内容有时候都好感动。可是这些东西有时候拿到知识分子手上，就屈原是一个读书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上流社会的贵族，那么他是一个诗人，他就参与了民间的庙会啊。用我今天来讲，就是说民间的庙会在唱九歌，他就觉得这些文词其实可以修得更美一点，所以他就去修改他们了。所以我想我这样解释大家就了解到，九歌是楚国的民间本来就在流传的歌谣，屈原之前就在，就有一点像我们今天到邹族到卑南我们听到的歌谣。如果我今天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蛮遗憾，就是我不懂卑南的语言或者邹族的语言，如果我懂我也可能会去改一改，我希望把它变成今天大家可以重新咏唱，因为那个曲调好美好美，可是那个歌词我听不懂。如果我听得懂，我可能也会像屈原一样去动一动它。那屈原就是动手脚的这个人，所以以后因为屈原很有名变成了一个大诗人，所以大概在汉朝以后就编一本书叫《楚辞》。这个《楚辞》里有一部分是屈原自己的创作，比如说屈原他有一部书就是《离骚》，就讲说他怎么生的，什么时候生，然后他的生平经验，就有点他的自传，这是他全部的创作。可是里面就夹了一篇叫做九歌，那事实上九歌经过郭沫若经过闻一多的解释以后，我们就恍然大悟，它原来就是民间的这个歌谣。所以九歌对很多朋友来讲非常非常难懂，可是我很推荐大家，如果对这个文学有兴趣的话，你光从中文系的这个古典文学的系统有时候很难进入九歌的世界，因为2000多年前的那个文字啊。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它不是文字，它是语言。我想我们都知道语言不一定有文字的，比如说我有时候唱很老的那个闽南语的一些老歌谣，那个音你觉得好美的一个音，可是我找不到一个我们今天的汉字来讲它，
啊，比如说欧妈妈，那这个在闽南语里你知道这个这两个妈妈这两个字是形容什么东西，可是你要翻成汉字不容易找到。嗯，那么当时的这个民间的歌谣用楚国的民间语言，其实是地方语言唱出来的歌谣，里面有很多有音无字，所以屈原还必须替他找到字。可是找到字以后可能也有一点扭曲了原来的原始意义，所以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我记得我自己做过一件事，就是以前70年代我们在恒春的海边听到陈达，啊，我们就是简直惊为天人，觉得这么美的这个声音。那我曾经跟当时像汉声的姚梦佳先生还有邱坤良先生，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个录音带，然后把它翻译成汉字，然后在我当时编的《雄狮美术》里面去发表。可是我现在还是觉得听得比看过瘾，因为他陈达的很多的语言是非常民间的，可是我找不到那个汉字，就是很多字你就觉得这个字感觉非常好，非常有力量，可是你写成文字的时候力量就消失了。所以我想今天把屈原的《九歌》放在中文系变成一个一定要必修的课，也很为难今天20岁的这些年轻孩子，因为那些文字非常难懂。所以2000年来就产生了好多好多不同版本的注解，然后越注解越难，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歌词已经变成大家读不懂了，就支离破碎，搞不懂。所以我自己觉得今天我们谈九歌最快乐的是说，到了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从美国回来，郭沫若从日本回来，他们透过了西方的这个神话学，他们发现啊，九歌原来是一个神话。九歌是神话是什么？就是说当时在楚国是有巫的，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常常巫前面加一个字叫女巫啊，其实是一个偏见，巫不一定都是女的，也有男的，也有男巫。男巫在当时叫习，就是巫字边一个看见的见这个字叫习，男女巫男习。那么巫是什么？我觉得我今天愿意用最简单的话让大家懂，就是说其实就是台湾的党弟，就是他们就是平常跟我们是一样的，可是在庙会里的时候他就会做法，然后他就开始唱起一些歌，他就用一些舞蹈的动作，他就扮演成神，然后那个神就会附身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说党弟这个鸡这个字啊，是我们叫伏鸡，是说神降临的。所以当时就是这些推测九歌这些巫是戴面具的，因为他要演一个神，比如说他要演东君，东方的东，君王的君，东君就是阿波罗，就是太阳神，就从东方出来的一个伟大君王，其实就是中国的太阳神。然后他就会戴起太阳神的面具，然后他就开始一直唱一直唱，可是神没有来，所以他就很急，他就觉得说神不来，我们跪在这里要祭拜你，我们希望你带给我们阳光温暖，可是你不来我们怎么办？所以那个歌谣就一直是在等待那个神来。好，最后神突然来，他就全身颤抖，可能口吐白沫，然后就开始用他的语言就变了，因为他讲的话不是他的话，就变成神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台湾的党弟，有时候是这样，就是说他到一个时候他声音忽然会变了，就是他可能比如说他是一个男的党弟，可他忽然用女人声音讲话，因为他说妈祖降临了，妈祖在他声音里面讲话。我在南昆生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很震动啊！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从严格的宗教学我们很难理解，这个是民间信仰，就是民间因为刚才讲说他对大自然有很多的敬跟畏，可他无法解释他的敬跟畏是什么。比如说发生了大地震，一下死了这么多人，他无法解读，他最后就会用巫来请神，请神降临，然后借着神的语言来安慰大家。嗯，所以在当时其实这个神话是有很大的力量，在这些原住民的社会当中产生非常大的力量，而且老百姓是绝对相信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太阳太强烈，然后它一直带来这么大的炎热，不下雨我们会有大灾难，所以他就要请神，然后太阳会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要惩罚你们，因为你们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所以大家会在他面前的忏悔，然后最后希望再去求另外一个神，可能是云中君，因为云中君是雨神，就求下雨。所以因此我们透过九歌就可以了解到，九歌其实不止九个神啊，今天其实加起来可能有11个神之多，可基本上它是巫跟神之间的对话对唱关系。所以后来透过了神话学
我们才理解了这个部分。那郭沫若他们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郭沫若跟闻一多都曾经把九歌恢复用戏剧的方法把它演出，他们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最早的戏剧。那也包括比他们更早就是王国维，王国维指出来说巫是表演艺术的来源。那我们很难理解说巫怎么是表演艺术的来源，因为他戴面具跟唱歌跟跳舞，所以我们的歌舞是从巫来源的。因此我觉得近代的中国受到西方的影响，我觉得对解读古代的这些古典文学其实帮助非常的大。所以我想这些部分就使得林怀民在云门这个二十几周年纪念的时候，他就很想动九歌，因为九歌是一个2000年前的大歌舞剧，就楚国的一个大歌舞剧。那因此他就很有野心，说我要去复原这里面的太阳神，东君是太阳神，然后大司命、少司命，司是我们说比如说教育部什么什么司，司就是主管的意思，司命就是管你的命的，就是死亡之神，就是死神啊，就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人多么害怕死亡。所以他们会努力地求那个巫，那个巫就是请死神降临，说为什么我面临到这样的命运，因为对死亡他没有办法解释，就是这个死亡怎么会降临来到人的身上。所以他们对于太阳神、大司命、少司命，大司命、少司命是两个神，就是一个主神，一个副神。有人认为比如说大司命是男的，所以他要有女巫来求，就是最后是这个男神降到女巫身上。少司命是女的，是女神，所以要由男巫来求这个女神。所以他们在舞台上其实有一些很原始的身体的动作，就是借着一种甚至肉体上的一种碰撞来把整个的神话故事打开来。所以其实里面很多很野性的东西，可是我们到中国文学戏去听的时候，你听不到这个部分。所以因此我想如果有机会大家看到云门演出的部分的这个舞台上的动作，你就可以了解其实是郭沫若闻一多他们帮助解读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节目里陆续的以后跟大家谈一下，就是东君是什么，这个太阳神，大司命、少司命，还有湘君、湘夫人。湘夫人后来变成民间最爱的一个女神，因为她是爱情之神，她是河流可是又是爱情，因为这个地方是湘江，所以是湘夫人，她是永远在河流上等待一个男子归来的女神，所以就变成一个非常美的故事。所有中国的男的诗人最后最爱的一个幻梦里的女神就是湘夫人，其实有点像维纳斯，她是在水里面诞生的，维纳斯刚好也是水里诞生。所以我们就可以陆续看到其实九歌保留了中国最传统的一些神话故事。那刚才讲过说很可惜，因为孔子的自己的个性子不与怪力乱神，所以我们
遗失了大量的神话。可是今天我们知道神话对于人的心灵是有非常大的安慰跟救赎功能的。所以我想借着云门刚好要在台湾重演九歌啊，我们希望能够陆续的这样子谈一下，一段一段谈。其实我觉得云门这次编舞里面很美的一段是云中君。云中君是一个雨神，就是云会下雨，所以就是云中君。那林怀民解读那个云中君变成一个非常年轻的青春之神，就是他踏在两个人的身上变成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舞蹈的姿态，甚至也赋予他一个流浪的意义，因为云常常加一个词叫流云，变成流云。是，所以想我们会可能好几个单元每一个神陆续来跟大家做介绍。是，好精彩，非常期待。我们要非常谢谢姜老师为我们介绍这个云门九歌，非常的期待。谢谢姜老师。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非常谢谢你的收看。我们更要感谢的是潘导播，也代表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音缘小聚，我们下次再聚，感恩老师。谢谢。